杰，会想要创造这幅鲜花自画像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鲜花很好玩也很有趣，因为能创造属于自己的线条。现在我要跟大家介绍我鲜花自画像作品的三大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我跟图上我是在同一个位置呢？第二个特色是，画中有许多具有独特性的线条，大家可以去看看哦。第三个特色是，画中隐藏着我的幸运号码及代表我的人物，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作品，谢谢大家。